一起讲是不是？就是咔咔咔。都喜欢，什么叫都喜欢？我都喜欢啊，都喜欢你煮的吃啊。打网球，我觉得这一辈子最难忘的就是生下 Katia 的那一刻。我也是啊，生 Dizzy 的那一刻是最难忘的。妈妈就像我的姐姐一样，所以我们都会去 shopping 啊，然后我们会聊保养的一些方式。妈妈有时候就会说，哎，你皮肤好像最近还蛮不错的，然后我就会跟她分享，因为最近有用这一罐，然后我觉得很好用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我最近迷恋上 Revive 的光彩再生活肤精华，还有他们的活肤霜，很有效。我变成妈妈之后，自己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少，而且很匆忙，所以就是一定要擦到很有效率的一些保养。所以其实这两罐你就不需要再擦其他的。我昨天拍了大概15个小时，非常的累，皮肤也看起来非常的暗。可是呢，今天我去擦上去，感觉就脸亮很多，而且也非常的嫩。你用到很好的保养品，而且很有效率的时候，你心情会很开心。妈妈也是一直跟我说，皮肤是自己的，所以你就是要好好的保养。来，没错。